Nico， 又到了你该买新鞋的日子啦！来挑一双你喜欢的款式，先把它码印拿掉。师傅先用锤子沿边把蹄铁敲松，钉子拔掉，把旧的蹄铁拿下来，再把蹄子底部旧的指甲敲掉一层。由于马儿的指甲比较硬，要用刮刀把蹄子底部的轮廓和凹槽刮出来。再用钳子把多余的指甲剪掉，指甲的底部都已经生锈了。师傅再把 Nico 的腿放在固定架上，再用锉刀把蹄子表面底部打磨平整。另一边，师傅已经给他选好一双新鞋打磨一下，再放进炉子里烧一会儿，烧好后再拿出来打造一下形状。把刚烧好的蹄铁放在 Nico 的指甲底部量一下新鞋大小是否合适。看 Nico 这淡定的表情，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把烧好的蹄铁放在凉水里冷却捞出，把蹄铁放在蹄子底部，用钉子钉在两边把它固定住，再用钳子把露出的钉子压弯剪掉按压一下，再用锉刀把钉子打磨光滑。看 Nico 这一脸舒服的表情，再把 Nico 的蹄子表面刷上一层护体油就可以了。 Nico 再被师傅拉出去跑一跑，看新鞋合不合脚，给他穿上马衣带 Nico 回家啦。